鸡年的一员，属鸡年的人的性格，诚实的，慈善的精神，爱好娱乐，对自己很有信心，有自己的想法。在鸡年出生的人非常关心他们自己的形象，经常不接受责备。鸡年的人如果生气就会用语言脆化他人的思想，而且很固执，经常乐于使用钱花费。互相支持和共同在一起的生肖有蛇年、牛年、龙年。